12点十二分钟开始叫湘太恒。我家湘太恒是在讲什么？暂时的家，因为我到处旅行，不来不去啦。有一只、不来不去，有在这个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豆腐丢进去，这个叫做这个东西叫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豆腐白鸽，哈、白鸽表示的是多一丝点啊，把身体经由会让你鸽子的时候，白鸽啦，好白鸽，不是洗衣粉哦，七次灵魂，当你看到白鸽的时候，表示啊。怎么套不了的人的感觉，有一个新的机会，新的契机，去哪里交融，来重新的能量过来，十第二次的所有新的配置所犯下的，放掉所有人质实体，我现在讲必要的。为什么我把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会出现哦叠加在一起，那我讲话开始空时空的重建，身体潜意识的工作怎么动，潜意识的是怎么工作运动，它的时间是可以重新建造光学运动，不要在家在办公室，为什么会看见哦？为什么我在河边呢、很奇怪、觉得我像风的有没有跟桥的旁边梦见桥，真的啦，是真的哈、我这是鸽子哈、它一直在那里都不走，很奇怪。我的视频里头的所有的动作，是我们在建造约柜的时候，所有的意象，你身体里面要产生的那个浮力，李小龙的快拳、还有张力，李小龙的快拳，曼德拉小的你的身全张力，为什么这样？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球，在一起都听得懂，应该是什么颜色？金色，为什么？虚空界，因为曙光，我们叫做525，有没有？现象界，所以225啦，或是不是公车啊？丢到时空金槽，这一集叫做什么意思？225啦 ，Horizon 公车啦 ，New Beginning， 不是通常都是三段，为什么三段？曙光什么叫三段？圣父、圣子、必圣灵。Coding work， 时间的重置，就是工作，是存在的，它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爱因斯坦里面哈，他爱因斯坦也有提到时间，我们衔接上一课，新时空主义以及狭义相对论，意思是什么？海白洞跟中洞，你把这些洞放在一起，白洞直接衔接的是圣经的章节。同时哈，我最近有个有一个咨询哈，那这个咨询哈，这个对象他本身也是老师嘛，教美术的，流行经常里面，哇，你讲的东西跟你前面提到什么话一样，我就知道在希腊什么好家。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不住在希腊了？那你哎，之后怎么知道这个意思？你如果跟人家联姻哈，还是说有跟人家有做生命册的通讯？你就会全部都知道，我们那个叫做全部路径。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东西叫做金色的。那为什么说要活素材？可能不在我旁边。拿着他那个带着，我们用另外一段做总结。一定要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然你就往后倒了，听懂了吧？听懂了吧？